但我故意不跟女朋友睡一张床。被子都给你握好了，快睡觉了。哦，好，我今天下去睡啊。干嘛？我今天下去睡啊。为什么要下去睡？今天就想安安静静的睡一觉。我让你不安静了？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。不吵你了吗？我就是好几天没睡好觉，我想今天安安静静的睡一觉。怎么？有我你睡不好呀？不是啊。那为什么要下去睡啊？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不爱我了？嗯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是谁说不抱着我就睡不着觉的？嗯，是，我就今天一天，我就下面睡着，我就不在床上睡。行，那你去。刚刚咋了？竟言成功了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让你好好清静清静，我让我妈再睡去。你别呀，我这个我就是分，咱俩这个是分床睡，你这要分居啊，这是。那我还是在上面睡吧。你这个，哎呀啊！我现在睡觉可老实了，我也不磨牙，也不打呼噜，也不挤你。记住你说的话。我靠，我真是服了。但我故意打电话称女朋友为朋友。啊，喂，小山。啊，我在逛街呢，跟我一个朋友，什么晚上吃饭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们一会儿有朋友要来吗？啊？你刚才说跟朋友一起逛街呢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啊，不就你吗？我，啊，那你这形容不贴切，你得加个前缀呀。你说最好的朋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张，我在跟我最好的朋友在逛街呢，急了急了，电话拿来，干啥呀？拿来，哎，小山是吧？我是他最好朋友。确切的说，是最好的女朋友。今天晚上吃饭，她去不了了。啊？为啥？因为你能不能见着她还是一回事儿呢。嗯。明天也去不了了，再见。朋友是吧？当和女朋友吵架时，如何打破冷战？你干什么呀？老早不听首歌？我听歌呀，那咋了呀？不能听首别的了。我就爱听这个。你慢慢听啊，你睡觉去。行。慢慢听啊。瓶盖全部拧紧，一个也不放过，等待机会。目标大哥出现。怎么啦？帮我拧一下。你拧不开，你喝什么呀？那我不喝。啊，行行，给我吧，给我吧，我给你拧开吧。你这小孩，你打不开，你拧这么紧干嘛呀？我哪知道，又不是我拧的。来，给你吧。你这大哥有事就知道找我，没事就拿眼睛瞪我，还想冷战呗？你说话也不用你。行，不用是吧？不用拉倒。我给电闸拉了，我看你用不用我。哎呦，你干嘛呢你？你干嘛呢？你这是吓我一跳，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啊？你给他整啥药盒子呢？我看我弄咱这个开关好像出了点问题。赶紧给我开开你！啊，那好吧。真服了你了，一天天的，太尴尬。换线怎么倒挺多的？你跟谁学的？大哥，那能亲一下了吗？亲一下代表咱俩和好了。哎，滚！挑战用家里藏人的语气跟女朋友说话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你不该回来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昨天不是没休息好吗？所以今天就提前溜了一小会儿。哎，我在楼下买了菜，要不你下去帮我取一下吧？行，一会儿吧，我先歇会儿啊。啊，那要不咱们今天出去吃？你不是想吃那家西餐厅好长时间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吧。行，那咱晚点再去吧，我真的好累，歇一会儿。哎，咱现在就出发好不好？咱现在出发呗。嗯。干嘛呀你？干嘛不让我进屋啊？没有啊。怎么不有人？嗯。真有人，起来。这帘怎么拉上了？居然藏在这儿。楼上。出来！我看见你了，人呢？不在床底下，不在床底下。床底下？即将爆发的小宇宙。这是什么呀？上次看的那双鞋子，你怎么给我买回来了呀？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你怎么犒劳我一下？今天晚上怎么出去吃？你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应该有个人陪我来撒娇。
但我假装出门跟别的女生约会。我今天不在家吃饭了，有人约我，我得出去一趟。谁约呀？干嘛去啊？就一普通朋友一起吃个饭。谁呀？玲玲，你不是认识吗？就上次打电话说你好欣欣呀，那个玲玲。对呀，他都约了我好长时间了。还有谁啊？就我俩，他想单独请我吃个饭，当面感谢一下我。就你俩没别人？对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去吧。那我就收拾一下出门了啊。已经气到说不出话了，这些可怜的白菜。你看我给你点了你最爱吃的烤鸭和炸鸡。自己出去跟朋友吃大餐，怎么还有良心想着我呀？这不是怕你不开心吗？所以你现在是要出门了吗？对，我现在要出发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嗯，怎么了？可以留下一起吃个饭吗？但是别人约了我很长时间了。那我现在约你吧，可以吗？也不是不行，那就一起吃个饭吧，反正也没有人约我。那你骗我呢？嘿嘿嘿嘿嘿，你怎么这？当我的女朋友听夜恋七律。宝宝，我下周跳舞健身操啊。你是跳本草纲目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怎么不带我呀？我也要做流光红女孩。哎，你也要去啊？那我一会儿有个朋友也来，咱们三个可以一块跳。播放以前的语音。哥哥，人家都到楼下了，下来接我一下好吗？谁呀、啊？谁来我们家呀？就一个好朋友。什么好朋友啊，一听声音就不像好人。就一个好朋友嘛，他就是想来看看我。再放一次。他给你带了好吃的哟，想不想我呀？我好想你呀、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声音让他给我夹的啊，听着像雨。我怎么知道你有这么一个朋友啊？你最好别让他来啊，要不他就删 Q 了。哥，别呀、啊、人家都到楼下了，这不上来多不合适啊。你把声音拿来我跟他说。算了。拿来。行，那我拿着你来说啊。哎，姐们儿，这没什么事儿，大晚少表扬别人家跑啊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多不合适啊！再说了，请你把你嗓子卡那痰给我往下咽咽再说话。想你了，听着我就恶心。想不想我呀？想不想我呀？大哥，你手机好像来了条信息。哎，这没什么事儿，大晚。了。别发呆！大哥，你干嘛呀、啊、你？别发了我！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挑战故意不跟女朋友盖一床被子。你收拾完了啊？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真舒服。哎，怎么两床被子啊？对，今天晚上我自己盖，你盖这床被子，我盖这床被子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没有啊。就今天咱们两个分开睡，不在一个被窝里睡。为什么呀？怎么了你？没事啊。你是冷了吧？我帮你把暖气打开，给你空调，打开热风。我不冷啊，我就今天晚上想自己盖被子睡觉。我惹你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睡一张被子啊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个脸，干的都起皮了。我给你拿点东西擦擦吧。那你还开空调直吹我？那你跟他过去吧。行，那咱俩今天就一个人一床被子睡觉吧。哎呀，干嘛要分开睡啊？你为什么不给我盖一床被子？你要气死我！咱俩都这么长时间睡一个被窝了，分开这试试嘛。行，居然同意了。那我不盖了，都没人给我暖被子了，你让我当什么？你干嘛呀？你哭什么呀？啊，好了，不哭了。盖，不分开盖了啊，不分开盖了。宝宝，哎，宝宝。